这次去香港呢，还是也是我第一次去嘛，就是还是挺期待这次香港之旅的。这次呢，也是希望跟就是香港就是体育就是多交流，然后相互学习吧。就是孙家朗他们在打比赛的时候，我们都是相互加油，然后相互鼓劲的。我们每次出去打国际比赛，我们都是几乎都是在一起的。那这个就要很期待了。那你像那个河粉啊、鱼蛋啊、叉烧啊，我都还是都不错的。